小心，这周围的气息不对劲。这地方可真是来对，才没多久，玄烈就几乎长了一级。但这里已是你目前能达到的极限。如果是我的主人，只能成功到底一场人类。赶紧离开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。两条变异的雌雄巨毒蛟龙，实力位于天玄巅峰，处在他同归于尽。